你看你只出刀了，哎呀，怎么这样啊？这场超精彩的，大家关了吗？感谢我们的雨熙，叫我雨熙，关掉了，我吃错了，我吃错了，你叫我雨熙，大家有没有听到？他刚刚叫我雨熙，那边还是新手嘛，没关系 ，OK 的。我的频道已经开启了会员功能哦，大家可以去订阅钮旁边的加入钮按下去就可以订阅啦，可以获得小兔兔的徽章还有贴图哦。欢迎收看 Aris Channel， 今天呢是要当我人生中第一次播报的体验哦，这次我要播报的是斗罗大陆的 S1 王者赛，是不是很期待？第一次播报，而且就是第一季，好紧张哦。那我们就来直播咯。W 今天非常荣幸可以和我们的 Nookie Girl 番姑女孩艾瑞斯一起连麦直播讲解我们的16强斗罗大陆 3D 魂师对决的现场啦！进入直播，代言这边很擅长用戴沐白，因为昨天我看到他比赛，他都会用他去控制别人。代言他是玩毒爆流，因为有毒姑婆还有毒孤雁。哦，被嘲讽了。奥斯卡被嘲讽了。法力多多的奥斯卡和百赫都被嘲讽了，都抽不到技能了。法力多多的火舞都被晕了，我的天！你看他们那个已经开始用火攻，已经开始在烧了。目前看起来不太痛哦，痒痒的啦，挠痒痒。W 线哇，非常看好战言呢，我的天！他根本是一匹黑马，即使面对这法力多多全服排行榜第一战力的，哎呀，完全毫不逊色啊，我的天！哎，我必须说这个游戏啊。即使你是少氪或者是无氪玩家也是可以参与的，因为它最主要还是要靠你的逻辑，靠脑袋的，非常的伤脑，不是你一直花钱花钱你就赢了。对对对，法力多多一直被控制啊，我的天，几乎全体的队员都被控制了，剩下一个香香没被控制而已。哎，他竟然没有 ban 他的毒果，我的天哪，淡言是 ban 掉了法力多多的蓉蓉，然后法力多多是 ban 掉淡言的火舞，所以双方就看毒姑婆老阿贝毒结界开了，你将被痛苦淹没。哎，他出那个结界嘞！ Okay, 你看他的血不太乐观了哦，法力多多的血几乎都半血了哦。你看他的毒一直在扣哦，一直在扣哦。我们的火舞众人混乱，现在是六比五哎，凉凉啦！我们的法力多多啊！哇，我们的全服第一呀、啊！胖子能不能一打六？胖子就靠你啦！胖子难道是传说中的叶问吗？我要打十个，我要打十个。胖子需要减肥啊，不然做不到一满了吗？这好像没有办法逆转、哎、因为他全程一直被控制住啊，法力多多一直被嘲讽，一直被晕，哎呀，哇，继续啊，game over 了，因为我们是三战两胜嘛，所以没关系，对对对，也许还可以有1-1哦，大家最喜欢看这种平手抢2-1的这种状态，法力多多还有机会啊，对，还是有机会的，不要气馁哦。OK， 来了，开始了，法力多多还是没有把他的戴沐白拿出来、啊，为什么？法力多多用的是三辅助，换了一个逆风掷上来耶。哎，然后我们的弹眼完全没变哎，还是刚刚那六只？不是吧，一开场就被晕三只啊！毒爆流就是蛮强啊，因为要配合他的公公爷孙女。弹眼会不会这样一路打到冠军赛啊？弹眼真的是一匹黑马嘞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他们就觉得这法力多多为什么一直处于下风？是不是可能是弹眼 ban 了他的蓉蓉啊？法力多多竟然上了一个逆风掷，那个弹眼都根本不需要调整哎。法力多多的打法跟上一局一样啊，觉得他已经有一种半放弃的状态了。爱慕白真的是很坦，又坦又痛，又嘲讽。独孤雁随便出一手都可以晕。对啊，你看他都被晕爆。哎，你看胖子出刀了。哎呀，怎么这样啊？怎么突然这样啊？因为嘛，胖子顶了，没有被控制啊，没有被晕，没有被嘲讽。这场超精彩的。淡言啊，你失算啦。哇，原来他的胖子真的是叶问啊！我的天啊，逆转胜。凶多吉少啦，淡言，我看是去了，一个去了，大势已去，真的超精彩嘞，没想到哎、欸，
我们的法力多多一定是以这个胖子为主啊，资源全部都投入给他。哎、欸，他要出道！哇，喵了！姐姐，姐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果然如我所说的，法力多多1-1，太精彩了！法力多多的战力已经推到去93万了、欸，哎，我的天啊！难道他临时又在氪金了吗？那现在赶快氪，赶快氪，赶快氪！你觉得下一场会怎样？他不觉得这个蛋岩真的要非常留意那个胖子哦，因为胖子已经露出底牌了哦，他的伤害超高哦。因为蛋岩他的控制很多嘛，能嘲讽，能晕，所以只要一直控住胖子，还是有机会赢的。针对他，针对他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开始了。还没还没。哎，他换比比东嘞。咦，他完全换完阵容嘞。他换白鹤，然后比比东，哦，一个控制，然后白鹤一个顶攻，香香龙龙奥斯卡三个辅助，戴沐白一个强攻 ，OK， 认真了，认真了，沉默了，我的天，白鹤被沉默了，法力多多，哎，换了也是鬼魅，他下了那个香香，然后上一个鬼魅，也是火毒流，也是火毒流，好像现在的主流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这样，他三个辅助法力多多都是加魂力的。鬼魅加魂力，林峰志加魂力，然后奥斯凯是加魂力，胖子出到那个火结界了、oh. 哇，感觉法力多多胜算很高哦、oh. 胖子的火已经开始在烧了，火在烧、哎、我们的蛋岩烧成黑油，是叫思念哎没了，哎呀蛋岩怎么就这样没了，自动投降了，投降了，为什么才刚开始、欸、因为法力多多的胖子已经出到火的结界，已经开始烧了、然后蛋岩的所有的队友他的血已经扣到半血了，已经快死翘翘了，因为蛋岩控不住那个胖子啊，果然是全服第一啊，不简单不简单，给他拍个手，太厉害了，法力多多真的还是太厉害，2-1啊！这一场直接碾压哦，开局不到几分钟，对手马上投降认输，哎呦，好开心啊！这是 S1 赛季，希望以后 S2、S3 也可以有我们。感谢 W，W 关了吗？感谢我们的雨熙，你叫我雨熙，完蛋了！我吃错了，我吃错了，你叫我雨熙，大家有没有听到？他刚刚叫我雨熙，可不可以还是新手嘛？没关系 ，OK 的。谢谢 W carry 我、你也懂很多啊，你也很厉害啊。接下来我要跟我的YouTube 还有 Facebook 的粉丝说声再见了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，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这个平台要追踪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Aries Channel。